全部搞好以后，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做的。太牛了！现在怎么样？充分强度怎么样？可以了。非常重要啊！还可以折短一点。哎，哦，不对了，我这里停一下，拿出来一下啊。这现在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啊，看大量干，大量干活才。要不是好，主要是和技术有关。所以说，咱们想办法，下面我们就起步一下。这个叫了。啊？不是这个。这以前的吧？刚才的吧？不，这个地方。这现在咋的？这是刚才这一模的。这没有条件的。这有啊。这两个没有了。这两个没有。伸出来的没有。没问题。可以调的。就没调好。时间一长就发出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已经比较光洁了，可以。哦，你是看光洁度，主要是光洁度啊。六秒，刚六秒。6.01，我们也看哪个？循环时间。这个，这话就是特殊的，这是你所有的整个仪器的，还有它国际的这所有循环的。我这边的那个。怎么样？就是偶尔有烧焦的，偶尔有烧焦的啊。这个呢？其实大量干就不知道咋回事了。没问题，我等一下先把这回事我调一下啊。现在都没有叫了，稍微有一点，有的有还是有。我调一下，我给你调一下啊。好好好。